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拉老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好，今天在天地劫手游官方微信上面有公告云香的皮肤哈。那出了新衣领，马上公告云香的皮肤。明天会不会是玄宇的皮肤呢？不过云香的这个皮肤啊，云香这个新皮肤白昼月，它是属于官方机缘啊。不过它这个时装真的蛮漂亮的，真蛮漂亮的。那 PB 有兴趣的话，再去他们官方看一下哈。好，那它的介绍，人物介绍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绍过了哈，那这边也就不多做解释了。不过它的造型还是很像那个紫风的感觉哈。所以它一样是有那个彩带飞舞这样子，不过从 PB 可以看到它的衣服是有点透感的感觉，就是跟其他的时装有蛮明显不一样的，就是很漂亮，真的蛮漂亮的。有没有？就是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有点 bling bling 的感觉，闪闪发光的感觉，有没有？那个云彩，然后它的衣服就是。所以它动的摆荡那个衣袖衣摆啊，都很流畅，然后就很美，这是真的很美。我觉得这套是蛮值得的，但这是蛮贵的。而且它招式也蛮华丽的，说实话，我觉得蛮漂亮的。哦，弹射这一招布兰德，英雄联盟的布兰德。不过说实话，这个时装真的很漂亮，我已经称赞他第三次了。看一下反击跟平 A。哦，云香的反击蛮好看的，丢火球，然后跟炸火球，从天上炸火球下来。还不错，好，就这样。不过头发是粉色的哦，我发现好像粉色的头发 女性角色是不是比较少啊？在天地劫手游里面。好，那这一次就是云香的这个新时装的这个情报啦。那喜欢的影片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